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Yuki， 我是小杨，我是美美会长，欢迎收看《野外主食》第十五集。今天主题是10块钱的蘑菇料理。然后今天我们有新嘉宾，就是美美会长，然后他也是 YouTuber 来的。你的频道是做什么的？我做什么都做，什么都做，什么都拍，生活的，生活化的哦。如果你们想要看他生活化的影片，你们就可以去订阅他的频道。然后今天的评审就是这三个。哎，我是轮子哥。还有臭小子，还有林董，好久不见。今天应该是野外主食开播以来最多人的一次。今天的冠军还是一样可以得到100块。今天免费提供的材料有两种，一个是盐，还有一个是胡椒粉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去选我们的材料吧。Let's go。今天你想要煮什么料理？我今天要煮蘑菇炒蛋。蘑菇炒蛋。对，我找到了这个蘑菇，切好了的。切好了的，这个多少钱？3块钱而已。哦，三块钱吧。对呀。可以可以，这样你的第二道材料是什么？鸡蛋，4块钱的。10块钱的鸡蛋，可以。小杨到你选材料。OK， 来，今天你要煮什么料理？我煮炒蘑菇吧。来，我们去称先。你第一道材料是菠萝粒。对。2.49块。2.49块。然后去找蘑菇。我应该是买那种已经切好了。切好了是哪一种？你这个多少钱？这个4.49块。4.49块。来，多少钱？9.9毛。9.9毛的味精。OK， complete。OK， 好。OK， 到我买材料。我今天要煮的是炸蘑菇，所以我的第一道材料就是要买面粉。我的第一道材料就是这个面粉，1.75块。我的第二道材料是鸡蛋，我会跟美美会长借2粒鸡蛋，可以吗？可以。我给你买2粒鸡蛋，一粒算六。3块。一粒算我6毛钱就好。10块。我需要2粒，所以我会花8毛钱买鸡蛋。我的第三道材料就是这个蘑菇啦，6.99块的蘑菇。OK， 我们现在来到了公园了。然后今天又遇到了下雨，我老最近每天拍野外主持都遇到下雨，真的是一个很衰的一天。好，到底是谁衰？谁衰？有新嘉宾来就下雨哦。新嘉宾就下雨了，所以是新嘉宾。是雨神。雨神。真的是。真的，今天由我们的美美会长来第一个组，蹲着组。对，真的，不好意思啊，第一次来我的节目就要蹲着组。今天你的助手是林董，来，你吩咐他拿什么东西的？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？对，就是帮忙叫这个水快点滚。OK， 来，一飞下一飞，今天要煮的料理叫什么名？我今天要煮的料理叫蘑菇蛋。蘑菇蛋，对，就是有蘑菇又有蛋。OK， 没有问题。取一个你专属的名字啊，美美蘑菇蛋。OK， 哇，好听好听。平时在家有煮过东西的吗？有。你最拿手的菜是什么？烤蔬菜哦。烤蔬菜。对。对，你是平时有常常下厨的那种。对。MVP， 我们今天输了。没关系。没有常常下厨是我自己的满意啊，别人不会不会满意啊？我这个 MVP 每天拿冠军的，你拿乱子，乱子都可以拿冠军的，你自己好好。我是乱子啊，我是乱子。OK， 蘑菇，今天我来，我不煮了，我负责洗就好了。对，来第一步骤是什么？就是烫这个蘑菇。烫蘑菇啊，水够吗？够，因为这个蘑菇非常薄。哦，你煮过吗？这个料理？没有哎。第一次煮。对。还要等多久啊？这个蘑菇？要等它滚。啊，等它滚就可以了是吧？对。要再加多一点水。没有，如果太多水它很难滚。哦，这个是专业的嘞，越少水越容易滚，真的哦。美美会长讲的每一点都没错，越少水就越容易滚哎，它超快滚哎，不到5分钟就滚。美美小教室，美美小教室，越少水越容易滚。对。OK， 这个是我今天煮的东西啦。刚刚美美会长有事情不得空，他先回去了。OK， 所以我来帮他弄糟蹋这个东西，翻翻一下。OK， 翻翻一下。翻翻一下。我要加什么？加你的口水。嗯，对。已经滚了，好了吗？已经滚了，我看一下熟不熟。怎样看熟不熟？就是插去呢，插了下去，看啊。那我们就把它捞起来。OK， 捞起来。来，我的小助手。助手把它捞起来。把鸡蛋在这碗。对对对，没有错。下一个步骤是什么？下一个步骤就是打鸡蛋。OK， 打鸡蛋啊，2粒鸡蛋。哇，果然有专业的。哦，很多没事，关小火一点。OK， 小火。因为鸡蛋是非常容易熟的，所以如果太大火一下去，它就会熟了。哇，专业的，专业哦，玩完了。比 MVP 还专业哦。我们加一点调味料下去，这个鸡蛋里面。黑胡椒粉。这是黑胡椒吗？哦，鸡蛋。哇哇，开什么玩笑？然后就摆上这个蘑菇。我要平手，我要平。
我觉得我需要盖。你需要盖、啊？来，文子哥投下去。盖下去。啊啊！啊哦嗨哟！啊啊！几十个过这个是健康的，真的不错。哇！哇！专业的，露一点点出来吧。我拿几枚。哎，其实哦，我不懂好不好吃嘞。这一般。OK， 这一般就可以了。哦嗨哟！哇，这好吃这样哦。哇！起锅上菜，来试吃时间。味道都黑，哇，这好刺车这块啊！哦，好。首先他本人在这边，不过你刚刚讲不好，不好吃就不好吃。OK， 说说，听你说吗？干嘛吃啊？我牙听到。行啊，可以，还行。哇，你有那声音，很juicy的感觉。OK， 到下一个。小羊来煮，今天你要煮什么？煮炒蘑菇，然后我取名为羊的菇，羊的菇啊。OK， 倒到水啊，现在等它滚先。你今天有把握打败美美会长吗？输就输哦，我觉得他也蛮厉害的，真的。你现在放下去啊？你加油目的是什么？这样啊，这个加一个蘑菇有油性啊。等下我就不用放太多油了。哇，小羊小学堂。都是妈妈教的，妈妈教的，妈妈教的，羊妈妈，剩蝌蚪了，蝌蚪来了，那边青蛙，姑娘姑娘，你也要生青蛙哟，有给你的锅又不可以啊，滚进边不滚进边了，这就是这个锅厉害的地方。OK， 下菜，第二步做什么？啊，放这个蘑菇，放这个蘑菇啊。OK， 我们再给它焖一个5分钟，五分钟后见，来，哎 ，OK， 来来。好了啊，那么学来哟，这么低，不了，加菜，加菜，直接倒，直接倒，倒完，哇，那声音，哎，这声音很疗愈耶，哇，小杨你赢了，来，调味料，过来 ，OK， stop， 看感觉能上我吗？哇，两个，哇。OK， 来起锅，上菜。哈哈哈！试吃时间。完成。开油封面。嗯，可以。你要吃面酱，很普通。有没有很受伤？刚才那句话比较受伤。真心话啊，真心话啊。一个比一个清淡哦。MVP 不要伤心，今天没有关系。现在到我煮了，今天我不是追求 MVP， 我只追求可以跟他们一起煮菜就好了。你的频道，因为我就是黑暗料理代言人，我最厉害煮的就是 Maggi 面加蛋，很熟了。OK， 我们先倒面粉，倒面粉了。好，倒面粉。今天这个料理取名为什么？黑暗料理炸蘑菇。我的宗旨是不要吃死他们。筷子来，单手打断。哇！加油！啊，小孩子在玩这样，玩粘土。来，我们来下油，因为我们要来炸，所以我们要倒多一点油。还有两臂啊！哦，现在我们要洗蘑菇。最后一个步骤，就是只要沾粉来炸就行了。看到吗？黑暗料理，几项黑暗料理？你看有六个，懂吗？我们要加多一个，这样可以变成七龙珠啊！七龙珠，看到吗？OK， 好了，我的今天的 UG 的炸蘑菇上菜。黑暗料理，掉，还在逼着。OK， 来试吃时间。芝麻酱子，粉很多哎，对。对，现在到臭老子试吃。去中心那边不熟。那大虾饼味道这样哎。现在已经试吃完了，我们现在来投票时间。一、二、三，耶！我输了。好，今天美美会长是冠军。Yeah. 我想说，美美会长第一次来我的节目就拿下了第一名啊！这100块是你给你了。耶、yeah. ！哇！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如果这个影片破1000个赞的话，我们下一个影片再煮10块钱的汤。如果喜欢这部影片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不要忘记订阅。美美会长，林董，收
设置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